我今天在来接我的公公婆婆，公公婆婆今天要来去越南了，他们是第一次来越南的，不知道他们的感觉，他们心情是怎样？我觉得他们会蛮有一点点紧张吧，我觉得，他们因为他们两个人一起过来越南，然后身边是没有当地人。所以他们应该会紧张。大家看那边很多人呢，还拿着画，还拿着画等家人回来。我要买一个画给婆婆、公公、婆婆。哎、欸，可是其实我以前第一次回来越南的时候，我妈妈也买花给我呢，妈妈也买一束花给我。妈妈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人买才买给你啊。应该是这样。上面没拿行李，上面我爸妈不知道去哪里拿行李，可能他不知道，他看不到那个行李在哪边，有一个行李缺呢。对啊，没有，他那个前面就会有一个公告牌，然后牌子就会写你的班机，然后在几号领行李这样子。对啊，啊，如果以后朋友有机会出国哈、哦，不要忘记领行李哦。啊，等。哎呀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然后言不通，只能这样。谢谢谢谢。放在我面前。包泡炒在里面。没有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翻腰腿，翁翻腰腿，翁你不陪爸爸妈妈吗？他们笑得好尴尬。爸爸妈妈会很尴尬。我当翻译。我是属于爷爷刚刚活下很多岁月。爷爷啊，翁老，爷爷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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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Thank you.